抢眼的造型、夸大的肢体动作，环保话剧要让观众印象深刻。我们在编剧本的话，我们会把目前要配合社会上很多的流行术语，希望能够带给会众，让他们能够说融入我们的环保戏剧的情境里面，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推广环保跟吃素食的效果。演这个丢保特瓶跟开水龙头这部分，就是自己会比较着重于影响到自己，说我不要随便乱丢，然后要好好做回收，然后在做开水龙头中会有省水这种概念。桃园社区岁末祝福彩排在定位协调之后，人人几乎以正式登场的心情对待。每彩排一次就再学习一次，加强环保观念，也增进团队和谐的默契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陈秀贵、吴嘉山桃园报道。